仔汉仔。汉字说故事 The 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。 Hello 汉仔，又到了汉字说故事时间了。这一集要介绍的是秋这个字哦。秋字的本意是小土山、土堆，如丘陵、沙丘，也引申为隆起的，例如皮肤表面隆起的红色小疹子叫丘疹。丘字的甲骨文像是土山的形状，因为土山的地势比山低，所以丘字比山字少一个山峰。经文和小篆的字形依稀可见两峰的形状，到了隶书与楷书就演变成现在的秋字了。秋还可以有这样的联想哦。秋字加上山为月字，甲骨文月字是山外有山，山山相连的景象，上面像远山，所以山形较简略。月本指高山，引申为尊称妻子的父母，如岳父、岳母。悔字加上秋的读音为蚯蚓的蚯，蚯蚓身体细长柔软，雌雄同体，能够肥沃和疏松土壤，帮助农作物生长，还可以作为鸟类与家禽的食物哦。另外，邑加上秋的读音为常见的姓氏秋。汉仔，这一集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呢？汉仔和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见。拜拜。